云手接高探马，好，脚尖内扣，啊，右脚内扣转身，用腰去带手，手上没有动作。好，移重心，我们说了重心在哪，哪个手臂在上，左手落，右手起，标准的云手的姿势。好，侧步，然后向斜后方退步，左手穿掌，右手和左手形成一个对拉的一个姿势，收右腿，左手搭于右手小臂，右手下按，左手向外捧，同时退步，右手有护裆，左手有护头的意思。移重心，左手落，右手翻掌，向后撩掌，两手相合，左手合到胸前，右手与耳朵相合，收左步，注意脚尖落地的位置啊，一定要向斜后方，因为我们要转身扣右脚，所以要给右脚留有余地。两手相交的过程，同时拧腰转身扣右脚，高探马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脚尖内扣，移重心，右手起，左手落，好，收左步，向后开步，错半脚，好，移重心，左手向上，右手落，两手相合，右手下按护裆，左手外捧，有护头的意思，移重心，双手翻掌，左手落，右手起，两手相合，左手合在胸前，右手与耳朵相合，收左脚，扣脚转身，尽可能的守住身体的中正啊，达到平衡，左手合到小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反面，好，脚尖内扣转身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右手起，左手落，开步，左手穿掌，右手下落，收右步，左手与右小臂相合，右手翻掌下按，左手捧，退右步，移重心，双手翻掌，左手落，右手向后撩掌，两手相合，收左脚，注意脚尖落地的位置啊，一定要向斜后方，拧腰转身扣右脚，高探马。